大家好，我是 OT， 我们今天要去台中一日游，趁着好天气哦出来玩。前几天是封面来嘛，所以一直下雨，然后现在好天气，一连好像差不多七天的好天气。那现在好、哦、看一下我们现在长怎样嘛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这要塞多久啦？一直塞一直塞，从五四塞到五八，从五八塞到六十，再从六十塞到六一，然后六一又直接给我塞到六三，那就是要塞很久啦。那我们等一下第一站就要先直接杀去台中泰安派出所，什么？台中吗？台中吧，那是台中吧？泰安是台中吧？忙死，忙死，忙死啊！真的是忙死、啊。带那么多给西就是很忙，拍影片又要拍照片，拍照片又要拍动动，拍动动又要拍 IG 拍完还要拍原场，真的吗？你的戏很忙啊，忙死人的忙啊。这里其实还不错啦，不过就是要抓它的赏花的花期，下雨的话基本上那个花就会像对，就是少一点了，然后樱花也会掉。今天非常的 lucky 啊，好天气这样子。继续逛，怎么了？飞机很多。还没绿灯呢。绿灯。好大哎！怎么了？撞红胎哦。啊，我没水，我没水波。哎呦！等等等等等等，没有手，没有手，可以喂我吗？谢谢。好胖。好看，我是呢。现在来到雪花呆，买蛋糕，蛋糕巨人啊！嘿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后里花田绿廊，就是一个公园了、啊。来这里拍照啊，阳光、草地、树哦，我不准。我不转弯。我们登顶了，我们登顶了，恭喜你完成了。这个造景还在弄。哦，我心情不好。我带了 GoPro， 我 GoPro。GoPro 又 GG， 他妈的，这很美了呢。不是啊，我买了 128G， 我买了一台 GoPro 新的，买了一个新的什么 128G 的记忆啊，坏掉，我已经去换了一片，然后回来，我想说哦，我用一下，我想说，我今天用一下，结果干就坏掉，他妈的啊！我早上录的东西又不见了，啊！我上次也是录一录，然后东西都不见，他妈的，真的不爽哎、欸，真的超级不爽哎、欸！哦，我今天是用气息，我今天是气干，气息都没了。差点的。哈。今年糟糕，早上拍的东西都不见了，早上也是拍了一个丰富的东西，然后就想消失，上次也是拍一拍然后就消失。128G 就不要买，然后就换两张1 64G， 没有啊，一样跟他换的，把他换一张好的回来，然后把他封存。以后不要再想说128很大。没有，不是，是我想说，因为我难得能换新的回来，或者是换它来用，你知道用了，然后又给换掉。不是重点是早上还蛮好的，我觉得这比较。你如果说早上就有问题，我就可以马上去便利商店买，先买一张新的就好。还是我等一下直接去买，等一下看有没有那个牌子，如果有的话就直接买。全国电子有卖啊，这应该有吧。你让我也很痛苦啊，我也没有很舒服啊。在公布完，然后公布坏掉，不是公布完了，记忆卡坏掉，不舒服，这样不舒服。早上你看，我们早上去拍啊，去樱花，拍完樱花去看花，看花，然后看完花再去吃东西，然后去吃完东西又逛逛公园，哎，对，就今天的 vlog 也用没了，还少一部影片。他可能不想给你拍吧，不想给你拍。看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在旁边等待。好了，我们吃好吃的东西，不要不开心。香喷喷哦，点了什么？为什么那么多东西啊？鸡皮，啊、没有那个、哦。加起来啦，反正记忆卡的物件都没去，妈的，只好拍这个来铺铺画面啦。好吃吗？很烫。很烫，这个答案不太好。很香，炸的刚刚好。你姐如果炸的太硬，就失败。对啊。我都不敢跟你说它好不好喝啊？有，好吃的意思。好吃，真的好吃，炸得刚刚好。
不会太硬。身为伟大假人，到目前没吃过这间。帮我转过来的，帮我拍上面，有看到吗？上面，这样我就有记录到更后方面。广告，来玉马来一路花，刚好有。还有烤玉米。好嘞，来，只好多补一点画面，让我的 vlog 不会看起来这么的单调。吃不吃了？嗯，现在是怎样？一个购物行程是不是？好了，就这个了。Go go go go！ 要不要看看我现在长怎样？我现在是，那给你去结账。玉米嘞？大甲上城 shopping mall 的，手上各种食物，都是食物哦，还有饮料，两杯饮料。是来大甲就是买一个东西，就是拍一些影片的素材，都不有技巧坏掉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这样。这些东西我们就到车上吃啊，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在车上吃比较安全。这个炸物推推，它冷掉之后鸡皮还是脆的，米雪糕冷掉也是 perfect。鸡肉我是还没吃啊，你刚刚吃觉得怎么样？还可以再咸一点。那个粉肠我不知道怎么点，觉得还不错吃啊，可是就是吃起来刚刚很多辣傻逼的，真的啦，因为它这个很油啊，你看很油，油油的。它是水啦，哦，它不是油。确定？这旁边是油吧？酱料那些，哎，这多得了。感觉有点辣的，对，真的要带一点辣。不会啊，这个也是好吃的，就是来可以吃，反正铜板小吃王。我们还有玉米，然后玉米才67块，烤玉米67块，修了。然后我们还有大肠面线，大碗的70啊。我们吃大肠蚵仔面线，大碗的70，看起来还不错了。OK， 我们来开箱，是不是有香菇？我没有看到。味道重，它的面线是比较糊的那种，就是哪一个县市比较喜欢吃面线？香，这还不错啊。只是因为我们刚吃那个一皮太咸，对，这个淡薄阿伯感。那我们就来把它暴风式进食，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推啦。以来逛大甲的话，其实我蛮推荐。玉米我还没吃嘛，其他我是吃过之后我就觉得可以推，就是来可以买，好便宜，小个短袜。OK， 那我们就进食吧 ，Go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苗栗头份汤臭豆腐，这个是我们游戏的朋友介绍的，来吃过一次了，那上次来吃的时候已经被他惊艳到，所以我们再来吃第二次，特别从大甲开高速路上来，然后再下头份，因为没有，我们刚刚是走竹南，因为我们走国道3号。来了，超级臭的臭豆腐，那样还可以再拿小黄瓜了，小黄瓜在这里，小黄瓜，开动。来假看卖，好假哦！好像是没吃过一样，头被切掉。开广角了，然后头还被切掉。太大。哦，香，因为泡菜有酸。然后他说他的辣椒很辣，帮我拍一个有特效的。开动，谢谢你哦。辣椒有辣，有很辣，3D 感觉可以再增加。够，够，辣的够劲的，爽哦。辣，又臭，又脆。加辣椒又香，煎炸的很酥哈、啊，辣，我觉得是这个配小黄瓜的，小黄瓜，配小黄瓜超级清爽，
加小黄瓜是增加那个食物的层次感，而且它很清爽，冰冰凉，冰冰凉凉。不要，加喷火的饭。OK， 吃完。吃完汤臭豆腐，那结束我们今天的台中一日游的旅程啊。前面的影片我就看我有没有办法把它救回来，如果没有救回来，你们大概就是只有从大甲开始看啊。虽然有点可惜，影片不见，那也没办法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不定时更新影片。再请大家多多订阅，下次见，拜拜。